是什么让萌新欲罢不能？今天用闲云带萌新打地脉的时候，我一直开一打怪，打完萌新问我，这角色怎么跟破浪蛾子一样？破浪蛾子说什么呢？他叫鹤，闲云野鹤的闲云。看来你对角色看的还不够清楚，还需要打什么吗？打 boss 行，我马上就去，你先去打。 让你看看什么叫优雅。现在还像破浪蛾子吗？你来这儿去打那个秋秋王。八风五合。啊啊 今天带了个萌新，进去问他需要帮忙不？不是，他怎么站着不动啊？你这是在干嘛呢？ 哎呀，不好意思，不是故意的。那要不我来给你当七天石像？要打什么？直接猜吧。还是恐惧？是药三分毒。 啊！多少？光芒啊！白头也不会平的。给这个，从来都不变。还打什么吗？啊！ 今天带了个萌新，看得出来他很喜欢水神。先别嘱咐了，需要我帮忙吗？打个狼王可以。 为我歌颂。你还是要打什么吗？收起来吧。 我把怎么老是灭啊？补补可不知道哦。啊！刚才带萌新看到萌新站那儿一动不动，问他在干嘛，他说在拍带翅膀的怪。哦，是新活动啊？带你去找？不会吧？你不会满地图的找吧？这打一次纯水精灵就全部拍完了呀？ 还是跟我来吧，先对着纯水拍一张。然后两只鸭子可以重复拍两张。安如磐石。又出来一堆带翅膀的，拍三张，再拍三张，直接一次齐活。现在用胡桃带萌新，萌新没事就追着奶，喜欢奶是吧？那我让你奶个够。 我记录也没写了，给我奶一口呗。你这奶妈不行啊！
没别的了吗？我来保护大家。嗯嗯，还是你奶妈不行？去祭天神像，你确定啊？ 这不是四个字吗？看来你不需要帮忙了，我走了。哦，打草龙王是吧？行吧，你来我世界。 我来保护大家。丁丁带了个萌新，他说他很难过啊，他该不会遇到什么事了吧？跟我说说发生什么事了？嗯嗯，出去了。 我还以为你被你妈妈打了呢，笑。这是你挖的小鸡赚到了，小鸡很强的，怎么强了？你看好了，看到这伤害没 ？Nope。 嗯，那要不你再看看这个，看到我箭头追踪的位置了吗？ 你过去看看，再给你来一个。今天带萌新，你一进去就看到他在用这个小拳拳捶重力机器人。不是，你这个伤害怎么？你不非得用它打吗？啊？ 还是我来帮你打吧。还需要打什么吗？还是我来吧，你这伤害太低了，这么不舍得换下去啊？可是你这样吹不动，不痛苦吗？啊？ 啊！你不对劲。原来我是你们普雷中的一环吗？ What the fuck?